冬天的米布一片生机，候鸟陆续飞来香港过冬，包括这种极度濒临绝种的黑面琵鹭。香港人烟稠密，好少人会知道在这里蕴藏了丰富的生态资源，当中还包括香港独有的珍贵生物。当环保概念越来越流行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独有的自然生态来协助振兴香港的旅游业。Christopher 是英国人，因为工作来香港一个礼拜，他和不少英国人都有观鸟的兴趣，百忙之中抽时间参加香港观鸟会的活动，去大榄涌睇雀。That was a black kite in flying up there. Here we saw a little green heron earlier, and there are some grey wagtails, which are quite a colourful bird. They're grey at the back. I come from England. Some of the species that you have here I see back at home, bu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ones that I would not see even elsewhere in Europe. So it's very good to come to Hong Kong. They are different birds. 在观鸟界当中，香港其实有好高地位，尤其是系冬季，候鸟从北方飞嚟米布过冬，吸引咗唔少外国嘅观鸟团嚟香港旅游。Christopher 15年前曾经嚟过香港，当时新界仲有好多农地，随便揾个地方企下，俾啲耐性就可以见到好多雀。香港是他观鸟兴趣的启蒙之地。I probably started bird watching just before I left the UK, so not that I'm very proficient now, I've just had longer at it. And whilst I was in Hong Kong, I think my bird watching interest actually grew because of the variety of the birds here.15年过去，沧海桑田。好多农地冇咗，米布成为最重要嘅鸟类栖息地。比起以前，雀嘅种类可能少咗，但系依然有400几种，系全中国嘅三分之一。余日东喺米布工作，佢专系研究黑脸琵鹭，一种极度濒临绝种嘅雀鸟，全球得翻600几只，旧年就有150几只飞咗嚟香港过冬。在香港专门研究鸟类的学者很少，黑脸琵鹭虽然珍贵，它的很多习性还是鲜为人知。余日东是目前唯一将黑脸琵鹭纳入学说研究的人。那就有些食蚊鱼，它现在这条大概有两个 cm 那么长，咁就我哋懷疑咧，就黑臉琵鹭就係會食啲咩魚，啲咁上下細嘅動物。因為就我哋曾經喺呢個堂都做過一啲攞啲數據，攞啲睇下佢有啲咩生物喺入面嘅，就發現就大多數都係啲咁嘅魚同埋啲咁上下 size 嘅蝦。咁就亦都黑臉琵鹭喺呢個堂揾食，咁所以就我哋會推斷黑臉琵鹭就係食呢啲咩動物咯。琵鹭食揾嘢食嗰時，佢係靠個觸覺將佢嘴放落水度，兩邊咁擺動。有咩擺落去周圍去揾嗰啲食物咯？咁當佢察覺到有食物啦，咁佢就改變佢個擺動嘅方向去追尋佢。白鹭就唔會，白鹭會企喺度，等啲魚嚟啄佢。黑臉琵鹭數目稀少。香港和日本的科学家共同研究，在琵鹭的背上绑上卫星追踪器，希望可以追查到它们迁徙路线和繁殖地点。每年三月下旬，黑脸琵鹭开始飞离米布，卫星追踪器显示它们沿华东海岸北迁，中途稍作停留，最后飞到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繁殖。一年一度燕归来，今年会有几多黑脸琵鹭翻嚟香港过冬呢？余日东好紧张。10月18日，
第一批黑面琵鹭飞到米布，但嚟到咗十一月又唔见咗。余日东赶嚟流浮山占备咗一大揾。你开车噶啦，我哋。点解要嚟占备咀呢一头？因为香港有呢啲潮汐泥滩嘅咧，其实剩翻米布一对出同埋占备咗一带。咁佢中意呢啲环境嘅，咁佢就如果米布冇嘅话，即系其实可能代表佢嚟咗呢度，或者知道今日嘅潮水低嘅。咁佢可以其实好似而家咁嚟咗泥滩度，咁佢咪唔使翻米布啊？睇下我证唔证明到呢样嘢啦。而家有十只喺度。今日頭先上面有三隻，有兩隻，另外有三隻飛過，即係而家已經呢一度已經有十五隻。為咗清點數量，余日東決定喺其中一個水塘放水，用魚蝦吸引疲勞過嚟。工作喺日出之前進行。呢只孭住卫星追踪器嘅疲劳终于出现，今年嘅疲劳数目比旧年多咗十几只。哇，好正啊！佢仲近飞添啊，成半个画面咁遮落嚟啊！香港嘅雀越多，蝴蝶种类亦都唔少。呢一个情景系一班蝴蝶爱好者喺无意之中拍到嘅。咁我覺得當時嗰個感受咧，係即係好好深刻，同埋好感動。即係你係好深刻咁感受到個即係大自然嗰奇妙嚇。即係你心裏面問點解佢會識得一齊嚟到同一個地方？事隔一年，姚郭大人舊地重遊。十一月香港天氣回暖。萬千蝴蝶飛舞過冬的情景仲未出現，斑粉蝶正黐在樹上睡覺。咁我哋慢慢行喎，咁一驚動咗佢咧，全部飛起曬噶咯喎，因為佢而家已經暖咗咧，佢好活躍噶啦。你望下啲樹上面，一打一打咁樣暖啦。佢而家就等個身體足夠暖嘅時候，佢就會飛起咯。冇人知道呢一啲蝴蝶係本地品種，定係好似候鳥咁千里迢迢從外省飛嚟過冬。但你揀喺呢度棲息，就同風向有關。我哋香港吹東北季候風嘛，咁呢班蝶一定係跟個風向走嘅，佢會向南面飛，揾最暖嘅地方咯。呢個新界最西南嘅地方嚟。附近遍地嘅馬英丹，俗稱臭花，亦都係吸引蝴蝶嘅原因。呢一隻植物咧係非常之常見嘅，可以話係最好嘅對於蝴蝶嚟講咧，一個最好嘅花園植物咯。即係話咧，佢係提供咗好多嘅花蜜。咁所以通常我哋睇蝴蝶咧，我哋梗係去咗呢啲馬英丹嘅花叢度先嘅。咁同埋佢仲有一個特性咧，就係全年咧佢開花嘅時間咧係好多嘅，差唔多成十一個月嘅。嚇，咁只係短短幾個禮拜係冇開花，咁變咗即係其實啲蝴蝶都會習慣咗喺呢啲嘅花度去揾花蜜嚟食咯。我哋第一次見啊，係咪嗰只黃蟲啊？嗱，而家開合翼嘅，而家睇到翼底。嗱呢只咧，嗱而家開咗翼嗰只咧，嗱呢只好得意喎，係半葉嘅。啊！佢有一笪紫色嘅，咁但系其實佢就冇毒嘅，斑蝶會有毒嘅，所以佢要扮佢，等啲雀仔就唔敢食佢。哦，這個地方雖然細，但就有齊全港四成品種嘅蝴蝶。香港嘅蝴蝶有二百幾種。比成个英国仲要多，蜻蜓亦都有百几种，其中八种是香港独有的。香港仲有四成土地是景色优美的郊野公园，游山玩水，观鸟赏蝶。我哋其实有优越的条件发展生态旅游，下一节翻嚟讲。
呢五位女士是台北野鳥會的成員，今次專門飛嚟香港睇雀。因為上次我是坐的是22还是20几的，我沒有注意。他們當中有人已經是識途老馬，嚟過三次，有些就是第一次嚟。前面有參加過啊，然後以前不了解，就是現在等於是說慕名而來啊。對啊，以前不知道這個消息啊。你的鳥鳴最淺。我鳥鳴，對啊。下午不用带了。他们安排了五日四夜的紧密行程，之前做足准备功夫。雀鳍了，雀鳍，来来来，那一只黑黑的，黑白相间的，来，那个望远镜拿出来，然后我等一下看一下是公的母的。你怎么去认那个莲花跟荷花？荷花呢，它是停水的植物，会停它的那个叶子在前。哎，那边有先看鸟。结果只是动植物公园已经令他们喜出望外，他们见到几种在台湾见不到的山雀。因为地形的关系，我们经过了台湾海峡，那有些鸟它没有那个能力飞到台湾那个地方去，所以它可能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山鸟跟这个这边香港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属于这个状况。我平常就是省吃俭用，然后就会过来，因为可以看到不同的感受，等于一种度人家去度假是去 shopping 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就是来赏鸟，我就觉得很快乐。你看我们这几个不是都很快乐吗？好似黄晓明他们这样飞来香港看雀的人很多，行行下又碰到个行家。We're bird watchers too, but we're in Canada.So you come here and all the birds are quite different. Yes. 以那个我现在手指那个方向哈，差不多15度，举高15度的，然后正前方中心，对你来讲是9点钟方向。游完公园之后又去大埔坳，几日嘅行程，台湾睇雀游客黄晓明相当满意，但系就觉得香港要发展生态旅游，就应该印多啲生态资料。摆喺机场同埋旅游点，台湾同外国好多地方都会喺风景区放呢啲单张俾人拎走，入面嘅生态资料应有尽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非常的详细的，在第几个区域，比如你这样从登山口这样进去了以后，你第一个地方你会遇到什么东西，他就会给你写上。比如第一个，啊，你就会遇到这些什么观音坐莲的蕨类啦。看它这边就有鸟类，啊，昆虫、蝶类，啊，很清楚。平常在礼拜天的时候，哈，他都会请一些人去带解说，就说有像我们这样子的专门的人员，像穿的这样的，然后他就开始说这棵树是什么树，有什么功用，它是怎么样的状况会在这种地方生长。这个观鸟团在香港一共使了40000元。冇咗香港嘅雀仔，佢哋唔会飞嚟呢度旅游。香港嘅生态资源丰富，发展生态旅游，好多人都觉得极具潜力。林千英系香港观鸟会会长，佢觉得生态旅游系一笔大生意。根据美国嘅研究咧，就。在美國的人口之中有三分之一呢是可以叫做自然觀察者，即是他們會因為想看自然界的東西是去旅行的，所以呢這個市場很大的，就他們在美國因為生態即是看野外的東西去旅行，然後那些洗費呢是一年之中是接近$1000亿的生意來的，做了100万個職位出來的。咁當然嗰個美國情況啦，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吸引到佢過嚟，或者佢哋嚟香港開個會，但係因為我哋有支生態旅遊俾佢睇下，佢留多一日或者兩日或者三日，咁我哋咪將嗰個收入增加咗咯。咁所以其實係好有條件嘅。發展生態旅遊意味住喺保護環境嘅同時，亦都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機會，一舉兩得。
何況知性之旅是而家嘅世界潮流，飲飲食食嘅旅遊文化已經冇以前咁合時宜啦。但係香港地方細，未必可以做到好似美國嘅生態旅遊咁大規模。Janet 是帶旅客去看中華白海豚的領隊，她覺得香港可以用這種方法去發展生態旅遊。I think it would be a really good idea for Hong Kong if we could put together a package, say 5 or 6 days or a week, where people come to Hong Kong and only do outdoor activities and ecotourism. So for example, they could go to Mai Po, they could go dolphin watching, they could go hiking.Okay. Oh, quite a lot, yeah. A lot of the visitors want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if they've been here before. They're not interested in shopping so much. They would rather see some wildlife or enjoy nature. 不過很多遊客對香港的生態都一無所知。What's your general opinion about Hong Kong? Busy, in a word. His face never sleeps. When you come to Hong Kong, you just, all you've been told is the shops, you know, the buildings, you know, that's it. Well, I didn't even know there was a dolphin toy until she said we booked something up. I don't expect wildlife and that to be in a place like this. I don't think I'm particularly conscious of Hong Kong as an ecotourism type place. 在我以前的印象中，就是觉得香港就是吃喝玩乐，没有什么风景可以看，只有一个太平山吧。香港的生态旅游刚刚起步，当务之急可能是要改变游客对香港的固定印象。旅游协会在几个月前印制了这本书仔给游客买，介绍香港的生态分布和郊游路线。除了说出那个郊游游中有资料之外，我们也联络回经过我们在日本的办事处，联络回当地有些特别的会啊，或者团体，是行山会啊，行山团体，就组织他们呢叫嚟香港咧行山，嚟香港玩。咁透過呢個方法咧，我哋可以將啲市場咧係擴大添。喺政府嘅大力宣傳下，幾個月前一隊日本行山團登陸西貢，領隊渡邊武係日本一家大型觀光社嘅負責人，以往帶團去瑞士、紐西蘭行山。在香港行山就是第一次，他说香港发展这类旅行团，日本人应该很有兴趣。Perfect. We can see the ocean and the mountain and nice breeze. I really surprised to know that still Hong Kong maintaining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s style. And we try develop our business plan of hiking. So maybe if we try to concentrate our effort to promote this Hong Kong hiking. I'm confident we can. 日本的登山团只是头炮，澳洲和英国的行山团稍后亦都会登陆香港。政府努力推广生态旅游之余，民间亦都有人默默做功夫。大屿山呢一间生态旅馆提供另类嘅度假方式，入住嘅人自己喐手煮早餐。度假屋入面冇电视、麻雀、卡拉 OK， 只有最简单基本嘅生活必需品。香港30分鐘就可以去到大自然的地方嘅，好似今天我哋嚟東涌，我由我屋企喺樂富出發，25分鐘就可以嚟到東涌同大自然接觸，係我哋未意識到一個美好嘅環境係旅遊裏面一個重要嘅因素，即係你去宣傳一個國家過程裏面去講香港
咁唔通嚟睇高樓大廈咩？佢睇我哋咁叫做環境 nature 文化呢啲咁嘅嘢。世界開始流行簡樸生活，而生態旅遊所追尋嘅就係一種同大自然和諧共處嘅感受。當今香港旅遊業不景氣，政府正係千方百計增建旅遊景點，但係全無人工雕琢嘅自然風景就垂手可得。我哋可唔可以把握到呢一個契機，發展生態之旅呢？